当外星人遭遇道德绑架。你对一只狗这么好，你对你爸妈有这么好吗？你为什么看到狗就能想到你爸妈呢？什么的你？放下，那是我女儿的。爸爸，你和她计较什么？她还是个孩子呀。对呀，正因为还是个孩子，所以要趁早教育。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？嫁个好老公比什么都强。因为我担心不读书的话，她会嫁给你这样的老公。他为什么就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他为什么欺负我女儿？你不问他，问我女儿？哎呀，子涵，你为什么欺负他？我不是故意的。